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2022第21届西南棋王赛，今天是半决赛啊，半决赛是在上午进行的。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金八段，刘老师您好。邱老师好，棋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呢，我们的比赛叫西南棋王赛啊。对，是那么的。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显然是个地域级别的，有规定的地域级别的那个比赛。是的，是那么就的。是西南方向，就是云贵川加上西藏啊。对对都可以参加，对，是都可吧？以参赛。没错。那么呢，我们的现在虽然它是地域性的那个比赛，但是呢也包含了还有特邀的一些世界冠军。是的，是但是呢，这个特邀的世界冠军里面不包含柯洁，的。柯洁他是其实属于云南的，对，他是注册在注云册南在云南，啊，所以所他以是他，代表云南参赛。是的，是的，这次特邀的棋手呢，一个长浩九段，一个十月九段，之前已经倒在前两轮了。还有米玉婷，是这样。对，米玉婷那。也是上届的冠军。对，是的，这个是杜甫草堂，是吧？这个是比咱赛们是赛在这场里是吧？进行的。这个地方很适合下比赛是的。啊。看起来很幽静啊。那没么这错。应该是半决赛的样子对，今天上午下的，这是啊。常伟星。小将刘宇航能打进半决赛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没错。啊。这里肯定是大家是耳熟能详的柯洁了。对。唐伟欣之前也属于跌跌撞撞的进了那进入了半决赛，唐维新应该是看他发的朋友圈，也看了他之前的比赛的内容，前两局，都是属于逆转了。然后他开玩笑说，本来想靠实力取胜，现在还是得靠运气。他挺逗的，就是杨鼎新，是的。杨鼎新是基本上是属于我们国家可以说是非常强悍的，除了柯洁之外啊，就是是一个得力干将了，可以对是，对对，而且他的实力也是非常的深厚，是的，大家都称他为鼎爷是虽然是98年出生，但是实际上已经征战多年了。98年，其实今年已经24岁了也不啊，小也了，不是小吧？意了，对思对是，对。那么呢，那个杨鼎新今天和柯洁那真的是火星撞地球了，对，今天的半决赛，今天上午进行的，就是这盘棋。对，不过呢，我们这个比赛呢，是40秒一步，对然对后对，总共有5次的机会。那么呢，为什么改成40秒？因为我们国内比赛一般来说都是1分钟的读秒，对对，因为是我们在 L 级比赛里面啊，经常是在读秒中被对手给逆转了，L 级比赛正好也是40秒。韩国主办的比赛也挺奇怪的啊，三星杯是1分钟，但是 L 级是40秒，所以我们专程是因为这个而把这次的西南棋王赛的那个用时的规则给修改了一下，是这让样，顶尖的棋手们都能适应。没错，那看来还是，很下了功夫的这个在用对对时对上。对，是的是的，行，我们来看棋好吧。的，今天柯洁又抽到了白棋。不过呢，如果说你要是慢棋的话，白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优势啊，开对，局是的。但是因为是说40秒5次实在太快了，那么呢，这个黑白棋其实真的关系不太大，我如果说拿黑棋的，你这个套路很熟练的话，也有可能就把人家装进去对对对，了。不过现在想装布局上想装进他不们这容种易。顶尖棋手很难我想这个。哎，柯洁上来是三和小目，一看就是想要先扎实一点哈，就是因对，为是快棋里面，先别犯错，对，棋下的结实一结些实一些，显然是想一个先捞后行的一个战略没错。总结这两天的棋，昨天柯洁两盘棋呢都赢得很脆，总结呢就是觉得他的棋还是下的偏厚一些，我觉得，可能相对于快棋来说，这个厚还是，可能还是比较有用吧，我对觉对对对对对，得。从我这个最好早以前的经验来说，职业生涯里面确实是快棋里面如果下厚的话，对那个整盘棋就是你起码握了是主的，动的可能性会占大一点，没错没错，因为你薄的话被人家一冲击，很容易就对，是的崩是溃的肯定很大，因为没有时间去思考。的，是的，
不着急，这棋慢慢下。但是说我们说下厚一点，并不是说是缓，对，那是两码事儿啊。好，八九，八九，黑棋脱先了。黑棋没有，黑棋是大飞啊，这个比较可能比较少见啊。是，正常来说这个小飞是比较常见的。是。但是大飞呢，可能是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也是有的，反正在 AI 的推荐里面也是有这一手棋的，是的，无论是走在里面或者脱先，反正也都是可行的吧，当然白棋是不挂角，你说挂在下面也不是不可以啊，好，这个时候下法很多，下法很多，那么呢，它既然大飞了，白棋进角，区别也不是很大，那么呢就是挡下去了，那肯定排一个，好，这个很下出来，我们好像以前经常下出来的一个变化，就大飞点角啊，这个。这时候在这个快棋里面再看见这个定型，还觉得还是挺亲切的。好，这一飞就是以前呢，就是说是他没有搬张啊，这个再爬一手啊，是这样的，对是的，是的。如果配棋顶，白棋再搬张就先守活。对，就等于其实就下成这个图形。对对对，但是对，下成这个图形，然后再跳这个，所以以前的这个招法啊，对对对，靠，这是耳熟能详了，是，现在实在选择了先搬再飞，对。那么呢，从这个局部上来说呢，从以前啊，就是在 AI 来之前，那个黑棋的定型一般都是先压这个，爬一个，因为挡一个不是说太好，因为白棋顺手一冲的话，对，这边将来一个断点，是的，对，那么呢，就说先压这个呢，显得就厚重一点，但是哪个好，其实现在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挤一个什么这种接上结束，有个这样一个定型，白棋可以再跳，那么呢，这样如果说走成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白棋呢，就比之前呢这样的话，好像要稍微的好一点。没错，从目数上来说，因为现在将来这以后黑棋搬张是先手，那么呢，虽然。白棋这有了这两手棋的话，至少角地的实地呢，那会多一些。对，是的。好，那么呢，黑棋没有选择上压，而是飞了这手。那么这手棋显然就是 AI 时代的产生的一个新招法了。是的。就是换在之前呢，根本想都不能敢想啊，就是要么就脱先，要么就压这个啊，或者是挡上啊，这个大概是几个选择。这步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往下爬啊，现在爬的话，其实黑棋就算跳，它可能也不见得有便宜啊。而且黑棋呢，就下到外围，可能是觉得不一定比那个差啊。是。可能反正是 AI 这么认为吧。你这一看也看不出来，到底是跟刚才那个图到底哪个好，是不是？那个可能是很难判断哈。而且呢，现在爬的话，黑棋。还有可能会有个脱先，对，但是白棋也不着急嘛，对，这个爬一个，反正你挡一个也后手嘛，我冲一下就挡住，就是一个后手，不像这个，不像那个新卫小飞的这些七星就点在那个挡就很大了，就显得，白棋现在加一个，白棋加，那么就是说在快棋中呢，一般来说啊，就是想下一些自己熟悉的一个布局啊什么的套路啊，但是呢，如果你要看见说某一方或者下出来一个比较少见的，那么呢，就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要么就是对手实力很强啊，他想那个下点新鲜的，别人不太熟的嘛，对吧？要么对手就很弱，怎么下都可以，就正好拿对手来试验一下啊。那么现在这个显然是因为对面做的是柯洁嘛，所以杨鼎新拿出这个就是比较少见的嘛一个定型，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好，现在白棋加一手，因为这个地方不走的话，反正这个边都是非常大的，是的，但现在加一手也将来再慢慢爬，再爬一个，黑棋就把这个挡住了。对，这显然这个挡，我们来看，全黑的应该是啊，不愿意让白棋爬的，但是实际上现在脱线也可以。如果说你现在走这边不、
不愿意的话，就是守个脚的嘛，守个大场，守个大场也没什么毛病。如果白棋排就跳啊，这白棋虽然是这个底下得到一目，但是黑棋走到这边呢，相应的对这边有一定程度的加强。那么白棋将来要请消这边的话，它也是有代价的。对，是的，现在黑棋挡在这里，那么呢，因为肯定是从心情上不愿意被白棋先手爬一下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地方呢就被白棋给先手了，先动手，先动手了。这里就各有利弊吧，是的，这个也是棋风问题。像我们邱老师刚才说，下快棋要下厚一点啊。杨鼎新就挺厚的。对，杨鼎新他是喜欢下的比较厚重的。而且他是运用厚实的能力，我觉得在起码在中国棋手里面是真的是数一数二的。算是比较特别的吧，应该算。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实控，下厚的少一点，反正是。白棋就直接靠上来了。对，靠上来。靠上来，这个显然都是说 AI 时代产物。我现在，实战呢是黑棋是搬在这边，对，搬这边。但从心理上很想搬到外头啊，是吧？搬这个的话，基本上是搬那个啊，这个还是这样啊。接上吧，拆一个，怎么？我就拆一个，这样。是不是有点想这么下呢？是。这个呢，当然。就是白棋显然是要贯彻科学，就新三三啊，不是小目三三那个来先占取实地啊，先拿后喜的，这个完全是比较连贯了啊。捞的好扎实，三个角四个角三三你没得点，四个角已经眼见的四个三三你肯定是不没法破它了，对四个角先占到四个角，是的，这个毫无疑问这是科学今天的策略。对，所以说杨鼎新实战选择是搬下面，那么显然是要这个实地。但是这围棋反正是平衡的嘛，你要了实地，那个边上就没了。那么白棋肯定是要搬下来。啊，这因为现在争子不利，他也没办法。接上就不能随便乱打，乱 打完了被人家争死了。对，这地方就两者无法兼顾了。是的。那只能接住。白棋再接住。那黑棋这边显然还是要继续走啊。白棋再拆啊，这往哪里拆反正都可以啊。拆一个。这虽然说底下将来露过来应该没什么目数啊，但是呢，其实起码白棋是把黑棋的这个潜力，这块边上的潜力呢，这个就破掉了，应该。对，是的。但整体的局势呢，其实也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对，就是还是比较均衡的吧。就是如果说这种布局，如果说黑棋稍稍有点不满的话，那也是比较少的。没错，是这样。就是黑棋呢，我们刚才摆的那个变化图呢，就看起来配合会比较好。对。想经营这个模样。对。但实际上呢，黑棋现在转到了这条边，它也破掉了白棋这边脚上这个实地。这一进一出好，几十目呢，反正。对，所以说也未见得就你看。刚才那个图可能视觉效果会比较好，其实也未见得哪个图更好。这个图将来它还可以落在这边啊，继续想要威胁白棋啊。所以白棋这个地方只是说单纯的把黑棋的这个潜力给破掉了，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实际的目数。没错，是的。那么接下来黑棋，黑棋走这里。他加了一个。加这个啊。这儿。他可能担心白棋先手冲一下，是吧？加完后反正保证这块自己安全，而且是看看你要不要渡，不渡的话，黑棋随时主渡都是先手。对，这种地方就是看起来有点不起眼，但是实际上很关键的。对，现在看白棋怎么选择。白棋现在当然有两个选择，一个要么就直接就渡回来，要不然就直接往外拆，这是显见的，因为这不拆不行啊，这将来这个一立人家主渡是先手啊，是的那么就两个选择，拆完后黑棋就反正就无论是搬也好还是立也好，黑棋白棋现在只能去脚上做活，对，那么呢白棋黑棋在进攻这边或者进攻这边，是的，那是另外一盘棋了，没错，就是现在可以大家看白棋这个脚上实地也是很小的，对吧，也是只剩下五目了，对，但是两种选择都可以啊，对吧。白棋现在实战是选择了他渡过了黑棋在夹击。白棋黑棋现在加的意思，如果你先渡的话，可能白棋要先冲，最后可能会差很多目数。没错，
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个杨鼎新对棋的理解是不一样，他就觉得这个加掉以后，他这块其实是已经厚了，对，然后他要加棋，他觉得你这块棋整体就变薄，当然你要去做活的那种。对，他一方面是白棋，当然将来是一手棋就能活了，第二个他也是走，相当于是走个大场嘛，是的，来顺便来威胁白棋一下，对，是的。那么那些地方白棋确实是需要走，端打。如果不走的话，黑棋就要爬进去了。那么呢，白棋脚上就变成后手一个眼。白棋如果能走的，黑棋提的话，白棋这时候再脱先，就脚上起码是一手就能做活的，对吧？而且你要走的话，我起码也能保证一只眼。那么呢，现在黑棋先脱先了。脱先了，这抢占大场，其实是可以说全盘看起来这是最空旷的一个地方了。对。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反正真的是很考验功力的感觉啊。因为接下来呢，好像看起来都挺平和，大家都活了。对，真的比拼功力了。而且这个地方要走的话，感觉白棋总是往三路来拆了。正常的感觉是这样子。对，这应该也是好像显然是一个当然的走。如果走到高位的话，就显然下面一逼，对吧？对。这下的也挺有意思，他就下的高位，然后被人家逼住了。正常的话，就总是想在这儿。对，走完这儿的话，黑棋应该是不会往这里走了。对，那这整个扩张还是怎样？是的，或者是先来这边。那就是另外一局了。实战白棋走在这个里，他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希望你来走，然后他要来打入这边。对，不然的话，他这个走在高位就没有道理了。是，就是说给一个好点给你，因为你不走的话，这边白棋走也是个非常好的点啊。就逼迫你必须要走。这个白棋的想法呢是这样子，他走这个你必然会拆二，对，基本上是要走必须的，然后他要从这儿打进来啊，这个进行一个作战。对，哎，这是柯洁率先挑起了战斗。这其实主要这个局面特别平和。如果说吃普通的这个就是拆杆二这样下下去的话，对白棋肯定不差，反正是差是不差，就是觉得可能平淡一点。对，就是说从快棋的角度上也不是太好看了。那今天怎么黑棋跳出来？跳出来，现在这个白棋好像总感觉总得要压出来似的吧？得走吗？得走，总是想。靠出来，但是这个地方，这只有放了个子就在那儿了，这就很复杂了。这下头绪就多了，因为这地方不走的话，黑棋无论点一个飞一个，这都是绝好点啊。没错，会压缩白棋啊。这白棋，要发力了，这意思是又敲了一个，发力啊。又打了一个，这步棋就不知道，不明有点不明了，这将来就黑棋拖白棋是准备要做什么？这争子应该也不利啊。对啊，争子不利的话，他显然是不能这么搬了打，是吗？对，搬了打，他即使接上，他连不回去。不，这肯定接住啊。对，连不上怎么办？我觉得他搬爬的时候可以搬下来。对，爬因为这个地方争子应该是不利的。对，现在不行。不过呢，我可能大致猜了白棋的意图啊，就是如果你拖着的话，他可能会先在上面去想办法引争，或者再靠。哎，就给你留下一个，再走两个。哎，这将来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下法。对，他因为如果你点一个，他就有引招。对，如果你先走的话，将来再走，他黑棋可能不一定会对。对，这可能是白棋的意图啊。先走一个，先走一个，看看你会不会拖。对，看看你的反应，然后再那杨鼎新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对，他先下手为强。啊，这个点看上去就很严厉啊。先下手为强，这那是这下棋就一下就好看了。是，双方就是都是互不退让了。对，那肯定接上，然后倒下去。啊，这个地方黑棋如果不敢冲断的话，那这个没好像这个没走着什么东西，对，就是说不敢这么冲断。如果不冲断的话啊，不想办法冲断的话，它是如果藏出来的。对，好像我觉得黑棋有点堪忧，看起来有点堪忧。这地方白棋好像有先手啊，就是黑线也来不及。对，
我觉得这个战斗好像看起来黑棋不是很有利。因为这个这有断点，底下有跳对，下去，他除非是不太现好在这样先判断。搬了粘什么的，但是好像被搬粘可以的，搬粘是吗？现在，比如说这样。这总得想威胁威胁白棋吧，也挺复杂的，这也看不清，也看挺不复清，杂的。哎，一下子跳下来是不是死了？跳下去他单挡是什么？单挡接住了，拖一个，拖一个，哦，拖一个你就唬住对，是吧？就硬。正好还不，正好不行，正好不行，是黑棋正好不行。啊，这反正是挺复杂的啊，就那直接搬。他干搬那你就挖吃，然后挤打挖这吃挤打这个，挖吃挤打这个是吧？但是这个就算做个眼子一对下，就对，这也，反正谁也吃不了谁的感觉。局部应该是一个劫或者是这个双肯定是子，黑棋很累的棋，对，而是且这边已经受损了，的，这边下来和这边受损。黑棋，白棋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招了吧？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招，好像，先打一下弃子，哦，那可能性不大啊。对，那如果单跳下去可以成立的话，那黑棋应该那不行，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反对，击不啊，能这样，那就很麻这个烦。图不行，这个战斗也有点复杂性，但是呢，反正感觉黑棋还是风险挺大的。如果不能冲断，但是如果这黑棋就这么爬回来，白棋脚基本活了，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这地方还欠着呢，黑棋。是的，这地这方边这一直都没走呢。还该白棋下一对对对，黑棋一定是想办法先压，先欺负白棋嘛，那是最后的，还是要最终还是要回到这边来我是觉得这个快棋的这个火爆程度，好像比慢棋要高好几个等级，感觉 一言不合就开打，开打开打，是，反正也不打算忍。对，实战他显然是没有冲断，他这个冲断，他显然是觉得他不能行的，拖了一个，拖了一个，显然还是为了这个冲断做准备吧，是应的，该说。先拖的话，如果刚才那个图他可以打掉，他，哦，打掉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就变数很多对，是的，了。就虽然说从白棋的心情上，白棋应该是不会硬了。按理说是不会扳住的，他不能老是跟着你硬，跟着你硬不是什么好事儿。先把这个贴住。就是防止冲断了，对对，防止很冲明断。显这个啊，那么呢，黑棋如果现在你要是走这边的话，那被白棋头搬过来，那白棋应该是也不怕的。没错。现在是说白棋这边只要处理简单的，这将来他如果这边先动手的话，完全可以弥补上面的损失，是的。而且黑棋现在走这个呢，将来白棋还是随时可以下去了，白棋其实并没有连上啊。他这个连的很不奇是，怪，但是他不好办 呀。对，是他即使你说这么连，然后这种地方就将来被人家什么靠一下，就遇到的特别这恶，种不能考虑，这肯定不能这么连，不能考虑，不能考虑。所以得考虑一下接下去的问题。所以他先尝过来再对，说，干脆先尝。先尝过来再说，咱在底下连也连不好。然后白棋打下去了。我怎么觉得这个战斗好像对黑棋对，不有点是？不是太有利啊，感觉上，就是这个地方，假如说你走这里啊，白棋黑棋可能得先搬，先搬这个是吧？你走这儿，我是不是可以这个吗？还是哪个？就这个吧。这你就算虎下来，好像那也不怎么样。因为你顶的话，它可以搬这边。你不能再长苦活，那个不不好能活考。啊！你搬先手啊，对呀，不能不就硬不行，这样肯定不是事儿。啊。他要活还是得就先活把的，它搬粘给，那白棋这边还是看得比较清楚，就是黑棋要做活还是需要先搬粘这个，要搬粘这个。那么白棋就简单就接住啊，你要活的话，他就把它虎过来，对，这样就比较这个清还楚一挺清楚的，这个变化基本上黑棋也没什么别的下法，点。对对。起来。像这种搬一下，这个没有意义啊！将来一只虎你还是得接回去。对，是的，这一带好像黑棋不得，看着觉得，对，黑棋不便宜。是的，这地方下面还是有个眼的，白棋将来。是，果然这看到胜率是白棋好像涨了将近20个点的样子。那
那黑棋是什么地方下出问题了？黑棋是不是这个点？反正从现在这结果来看，看起来不太对。这个解从结果来看不对了，要不然就直接飞一下，然后先把这头给外围先封住，再说，但是看不到变化图。可能跟黑棋选择的这个下法肯定是不太好，没有看着。对，应该是不太好。黑棋脚上就得了几目棋。对啊，你觉得是活个脚，那不是什么事儿。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对，还要走棋啊。就现在是无论走一个还是走别的啊，这地方反正总是黑棋应该是欠着的。那么呢，现在这个局部的战斗，那如果说这个走完以后不能冲断，那么呢应该是这个点是不是现在太，反正结果是并不是太理想啊。是的。哎，我觉得棋谱突然卡住了。现在看看好了没有。现在现在下成就是长一个白棋虎了一个。目前胜率对黑棋是很不利，就是黑棋选择活脚肯定是不利的，这个下法毫无疑问。对，现在那么呢，现在黑棋这边也不好再走，再走的话万一落后手就麻烦了，所以还得先回到这个地方跳下去。在这儿，对，现在我们说的现在可能他现在也不敢拖了，因为白棋这边有各种各样的线索。没错，将来他这一搬下来，这个确实很厉害。他就搬了打就行了，是吧？搬了打一爬回去，所以他选择了跳。那么就将来就会给白棋一个跳下去作战的一个一个机会。对啊，白棋顶了一下先啊，这个应该是个打将，不过当然也是白棋将来反正打一下这个都是线索。他这个虎一个他只能要活着，要不然被一拖局部死了。对对对对，不过黑白棋得找机会，你走的话他加一下你很难受。他跳了，白棋先跳，先威胁这个外面。这个应该没什么毛病，先走上自己，然后再看是动这个还是动这个。没错，这边呢先逼着黑棋，对对对，把它逼回去先。因为这地方有这个先手的话，这地方白棋比想象中要强很多的。是的，这谁攻谁还这事儿还不一定。我是觉得这里白棋厚了的话，很有可能是白棋攻这四个字的。这是虎一个。白棋先就只能先跳，他先跳出来。这个反正总是先往中央走，应该没什么毛病。你要跳一个就算了，还是或者跳这里。将来他这个虎先手，将来这一般你还是非常难受。是的，这好像这自己连一个也不太好连，好连是很不舒服，反正是连的。这里白棋黑棋先不管，把这个棋了，先逼迫你先回去。我现在先便宜再说。那么呢，白棋这个地方从心情上就想做活钱，总想先便宜几下。是的，黑棋也不肯这么简单的硬哦，简单的硬的话，这个硬不好，比如来挖，对，还有一挖，你反而硬不好了，挖完或者再打阴菜，因为它这个有点这个是先手，有点先手的味道所以黑棋就不要贴着它走。而且本身这个也好，你要说出来后他还杀你呢，对吧？如果这边厚了的话，你小心你查来给我贴了，我直接把它吃了。白棋下这么强硬，够强，还要扳他头。这双方在这个地方要斗智斗勇，就是揪住，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对对对对，但白棋其实要做活的话，他贴这个其实也可以贴到这里做活。贴在这儿的话就打过了是吧？虽然说这个打过看起来是一路度过，但是都是木啊。对呀、全是木。就是他可以贴在这里做活没有问题。这个呢就更厉害，就想走到外头。哪个好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这个给黑棋毕竟给自己制造出来一个断点。这黑棋也没什么好商量的，我又不可能忍回去，我肯定要断了你。因为这个断一下马上变数就来了，这个你不能死啊。然后他这边黑棋有点先手的。是的。那就局势一下。是不是贴这个是不是解明一点感觉上但贴下去。这样也挺好的。如果搬的话就跟着走。对对对。这样反正简单一点这反正一边是补活一边也加强自己嘛这个。当然他这个
如果能成立的话是更厉害了。嗯，感觉还应该有点机会啊。长。哇，想得越来越厉害。嗯，这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读秒绷紧的时候，反正就挑最狠的下。嗯，不过这个真的是，这真够狠的这下。那个能看清吗？看不清，我觉得这个、这个局面下就很混乱，你这个得补啊。这边得补。那这肯定要补齐啊。如果说我能不能不补呢？这是不是断出来觉得不太行了？这个下法，应该是不太行。因为我觉得你即使实在不行弃了都可以考虑。如果就卷完了把这两个吃了的话，嗯，断打完了一长，他还压一个接伤，然后拐完了一夹，我觉得好像白棋有点堪忧。这个不是他能跳这个吧？哦，对，可能更厉害，跳死了是吧？哎，不一定跳死，不一定跳死。跳死他要靠这下挤掉、是这个意思，那看来也不太行，应该是要补的，嗯，长一个，所以白棋补了一个。而且你说的很正确，就是白棋如果黑棋把这个经过气势、然后把这个全卷死的话，那我觉得黑棋也不见得亏。 嗯， 嗯，跳一个，那肯定也不非白棋本意啊。嗯，白棋现在就是只是说这边想走好，嗯，这个也要确保自己脚上要活干净，嗯，这是应该白棋的本意。当然因为在快棋的时候他可能难免也不算的就不是那么周全了。对，是的，40秒一步，虽然说40秒的、以他们的计算能力也能计算很多变化，但是你想让他把所有的变化都计算清，那好像也不太现实这件事情。是是是。嗯。这个弯其实还是瞄着这边的死活问题啊。对，就想逼他补回去嘛，反正就是。白棋先补一手，先点一手。先飞一下接上，然后长一个。嗯。再拐一手。接上。啊，再冲这个啊。嗯。啊，那么呢，这应该是很明显他是不能冲的，冲完后就被贴死了。对，是的。所以白棋先把这个跳出来。要不然这边被罩死了呀。对，这地方也现在也没法杀的，杀完他白棋最简单的这一跳，这一冲是自己黑棋就进去了。对，这个肯定杀不赢。但是呢，现在黑棋呢，这个是先手补回来，白棋需要补回。终于补回去了。啊，这个只能补了，不容易。不补脚上要死。嗯。啊，这脚上死了就招法就很多了。嗯、这个爱好者们就是，如果说那个。嗯，有一定的水平的，有一定水平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嗯，是，这其实单点就可以了吧？对，走什么都行。靠一个什么的，哎，靠一个还不见行是吧？对，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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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走他，对，走他跳的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嗯，对。然后黑棋刺了一下。接上，啊，赶紧把这个飞出来、哎。这个我觉得现在就非常的混乱了。对，大家会发现，其实快棋还没有完全的活干净啊。这块棋将来如果一旦被黑棋抢到这个地方，他要收官你的时候，因为你这边就变成后手了。所以刚才这个扳是不是有点过了？还是像刘老师说的这样贴一个算了？没从现在看起来啊，哦、就是说。其实白棋这个中间走了几个子，将来当然它可以弃啊，对，但是至少将来也是一个负担嘛，嗯，对吧？它并没有什么。现在关键是这个黑棋飞出来以后呢，这几块棋纠缠在一起，就，至少从一眼看上去，白棋没有像刚才那么简明啊。是的，我这看胜率现在已经白棋掉了30个点的样子，刚才已经接近80了，啊、现在才只有。那是不是那就反正最魁祸的应该就是个扳，嗯啊，就虽然他可能后面这个一些小问题咱们就忽略不计啊，就是从大方向上来说，应该是这个扳造成的。他下的是，现在飞一个，然后白棋呢先虎一下，要求先逼你做活。那白棋不出头吗？是虎一下，万一虎一个后手。回后手上，就是他现在有可能不要啊。哦，你要杀他的话，反正这样的他这个就加一下是吧？对对对对，这因为
这个就这很大也是因为读对因为是会计嘛，是就是从这个感觉上就白起现在出来了是吗？感觉上就是现在出因为你走完以后不是也要出头吗？这现在好像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嗯，就是如果先出来的话这块棋根本就不会受到威胁的。对，但是出来后这一混战的话这三个子他也对他有可能来不及倒是真的。他是想走一下在这底下会好一点这一单。对，他可能也是想靠出来险、嗯、先对对先要他将来来不及、嗯、先要他一下、嗯、但是遭到脱先。遭到了脱先压住。嗯，理论上可能还是要靠出来。对、嗯、按理说是应该靠出来的。这地方就是白棋应该是反正总要出头，这地方不能被黑棋盖进去。嗯，盖进去一这个一旦是先手，白棋后外面就真的就是说给自己走出了负担，然后什么都没得到，主要是、嗯、对是，那就比较亏了。然后白棋就，那你既然不搏，那我肯定得吃你，不然我在干嘛呢？啊、嗯，对对，被黑棋这个压住还是很厚了。嗯、是的，看能不能这个吃是肯定不局部上就肯定可以吃、啊，局部是死的、就是，但是呢被黑棋加一下很难受。因为黑棋这个打是先手，对，你必须点，然后呢被黑棋加一下，你就必须得硬。嗯。他就接伤。对，那你没办法了。保证把那块棋先吃了，反正再说是。将来就黑棋这边是先手，然后你完后他打也是先手，嗯。这个只要这个防住这个断，就看这个杀这能不能杀这三个。黑棋要如果把这三个杀了，白棋一定是亏了。嗯。这果然胜率反转了很多、嗯、这样一来这黑棋的胜率达到 75% 了。啊，这一进出应该差了四五十点了。对，所以这个先手真的不能随便走啊，你以为是先手、嗯、不一定。但他不是、嗯、这个四五千不是这手棋造成的。对对对、啊、前面还有一系列的招法。对 对, 对。不是说这一手棋掉了几十个点，但是肯定这手棋是个问题手。嗯、是。嗯，他先刺了一下，接上。嗯，很舒服。嗯，就是现在，因为白棋将来这边有个虎，就是说这个地方不知道，暂时现在扳他没有这段啊，对打死了。是的。但是白棋会不会做点准备工作？就是只要他扳能产生一个段，嗯，这白棋这三个子他就不容易死。对，活力好多了。对，假如说黑这边很厚，那他随便外面造一个，那白棋其实已经死了。嗯。这没路跑了，如果就照在这一带的话，对对，就比如说这边这个只是这样的，嗯，我就打个比方啊，没得跑了，黑棋这地方在铁后啊，嗯，啊，他甚至还可以先跳这个，哦、嗯，这就免得白棋搬了连搬把那个木树也，是吧？是，这次简单一跳，白棋就没地儿跑了，嗯，这边因为没有文章可做了嘛，嗯，现在呢这样的话，白棋一定要抓住这个弱点。比如说直接搬了断不成的话先往这边先靠他一下，对对对对、哦、之类的，总要去想办法做点文章吧，啊，这个不能死啊、嗯、这不能这样被鲸吞了，他是飞在这儿吃、哦、就是吃得更狠，比刚才那个吃的还，如果走在这儿的话，这对这颗子还是但间接会有生源嘛，这一带会有先手、嗯、人家狠吃大一点够狠，反正他说你这边是逃不出去、嗯、你跳我就罩住你嘛，嗯、如果说这三个子死了，那白棋肯定是亏了。嗯，那毫无疑问、嗯、是的。白棋跳下去了，跳。这现在直接动可能也不太好动啊。他如果哪儿这儿，那就被罩住了。对，也不太好动。这儿的话，他就把它冲断了，是吧？他是不是想要先这边先来点资源啊？想点办法。对，想点办法。就如果说你要吃他，他将来就是这个、嗯、把这两个子吃了，那也。嗯，那白棋就能缓和多了、啊、嗯，肯定就反而不仅不亏反而便宜了、嗯、因为他吃了两边嘛，黑棋这个就算是一个转换了。是的，但如果黑棋还要在这边动手、嗯、那么呢有了这个跳，这边有个挖，这边有个靠，嗯，这边有个尖，至少白棋就是有头绪了。对、嗯、是的，总是要利用这三个子要做点文章出来。要做要做。是，这不可能让他这么死掉。对，正常来说其实黑棋这边有飞了、嗯、如果没有这边的关系啊，嗯，白棋这个跳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嗯嗯，因为黑棋这个搬完以后这靠出来其实自己又扯出一块孤棋。头绪好多了，头绪看起来。那么呢也可以见证明现在其实这棋
越来越精彩了。虽然看起来胜率是偏向于黑棋这一边，但是要把这棋安全运转下去，这个非常困难，很难的。啊，这种就是说，在现在就是黑棋帮啊，或显然是不想轻易的死掉这两块子嘛。对，是的。那肯定是要出头的。那么呢，就是这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如果这不算，这就不算了。起码有五块棋，输得我晕了。还在互相纠缠，这个输得我已经晕菜了。而且头绪就很多了。这种先靠出来啊。白棋不能硬了，现在再硬就越硬越，这两个又要进去了。对啊，白棋看看使出来的什么招法，先靠这个。啊，那就是要就是要瞄着这个把它断，毫无疑问。先看看你。对，先试你一下，看看你怎么硬，他硬在这儿。这个是没有办法，基本上来说，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现在白棋要走的话，他要跑这个子，既然走了一个的话，应该是要尖出来。小尖。你退的话，他就出来了。如果走这个是跳还是飞，反正是，反正总是要出来嘛。对。飞应该也吃不住嘛，然后也保证这边将来接一个还有先手味的。能跑掉那肯定就算是胜利了。这代就不管了。这代不管，将来就是说就现在如果说纠缠就黑棋肯定要出头嘛。他再出头，然后呢肯定这两个子将来就进去了。是的。但是起码他跑把重要的跑了。对，这三个子能跑这边付出点代价就算了。还是很不容易了已经。那么起码这个局势还是挺乱的。是的。小这个质感上白棋黑棋也不敢用强吧，他如果说要用强这个搬出来，他就是特别狠，他就是搬出来，然后黑棋搬这个，他然后白棋搬这个，这能行吗？这样我要打个问号。这个是应该是不行的呀，这个只能吃在这里。吃在这里打一夹不就跳出来了吗？是这样吗？打对，就算接住吧。对，假如说这样，那跳一个不是跳出来了吗？跳出来了，能跑掉就是成功啊。就是这么跑和刚才黑棋直接先退一个，他飞出来跑，哪个好？就是肯定是白棋这个是不是更好一点？至少要吃有。那他吃的时候，这个飞在这儿，不是关键，而且你将来是。还有个挖，对啊，只能这样。我打这个被击打都断了。那不是他这边有先手啊，对吧？是啊，然后只能站在这。他这断完以后，他这全是先手，加过来先手。我这下的有点难受。这个这样被借劲儿，他只有提掉这棋。提掉他被他打一下，是忍住是吗？我忍辱负重，我粘上，我粘不住，这很粘嘛。但是你接住这个有个挖，你这个就是很难受，扛不住我，就是很难受，是味道不好，反正对，是的。那看起来这个飞确实是有破绽的嘛？看起来就是不是他跳这个也有冲断，他也有破绽，有就是他尖的时候，他可能只能退这个，我觉得，退这个安全嘛，你就出来嘛，他就出来嘛，反正就装完纠缠，你这两个也就无疾而终嘛，然后就是纠缠后这个。他反正黑棋总能吃到点东西。对对，那这边两个子能切下来的话，目上是不是还是，也没数过。如果说刚才说是什么黑棋飞到这时候是黑棋70%几是吧？对，那就是其实这个胜率还是挺复杂的。对对，因为对电脑来说当然是 AI 来说它。七十多可能就两很容易，七十多也就是两三目嘛。我们是不行的。尤其对于这种快棋来说，这一手棋这个就好多目就出去了。一手棋是十几二十目是很正常的。对，我说的不是说那个咱们爱好者，我说的是他们的顶级的棋手啊，一手棋几十目出去都是很正常的。尤其在这种就双方在扭杀在一块的时候，哎呀，这个这。又没有时间计算啊，这个犯错的可能性，这它真的太大了。对，根本看不清。但是因为就是这样，所以人的棋才好看。咱们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吧？看起来才过瘾。好，实战就是这么打。棋就是这么下的，棋就是这么下的。但是现在真的打，你说这个，这肯粘回去吗？我不知道他肯。
我他不沾不沾打结，打结打结就得看劫财，被看他怎么找劫。不这么打，这么打就没有后路了。那打在这儿？打这儿？打哦，打那儿？打这儿就是损失是双方那个劫财就没有绷得那么紧啊。对，打到这就没有后路了，这个劫就黑棋必须要打赢。嗯，你还没把劫打一次，肯定完了。嗯，打到这里还有点后路，不过这打之前是不是先把这个走了？这个搬走一下不便宜吗？嗯，这时候他应该没有反抗吧？这不能提吧？提了被挖吃掉，对啊对啊，那我还不提呢。打劫前先走吧，是的，这就是安全一点，就以后要这打完劫以后这是来不及了，就对，先搬他一下。这个就是鱼死网破了，不给人家留头的，对，这个完全就鱼死网破的可能性。他是这样下的，这个劫财，他是挤这个。我刚才还在看，我就挤这个。对，他是打两下，这有个挤断，有可能。那白棋我看白棋的劫，白棋这边是有个劫是吧？白棋有点损，接住了有点损倒是。他是找了个损劫，他不管了，损劫。啊，这个比这个强啊！你接到这他啊，那这个损的有点。哦，但是差了两目棋。接着如果黑棋不硬的话，比如黑棋把棋的也吃得很大，也很嗨啊。如果这样，哇，那就多吃一点。就这个时候你扑到这不就差两目棋吗？哦，对吧？对吧？但是这个黑棋要硬，黑棋要硬的话，白棋这个时候就将来对、啊、你这掉在人家嘴里的。但是这个扑它黑棋可以不硬啊，这个就把这个抓了是吧？因为黑棋硬完，黑白棋提、哦，我看不出来黑棋的劫财在哪里，吃这个角吗？它。是不是太小了？哦，如果要硬的话，白棋一提啊，嗯，去哪里找劫？没有劫啊，这边也不是劫啊，你过来后它是活棋啊，是这边接着做损失太大了。就是说，现在这黑棋就干脆把它提了，啊、对对转换是吧？只能这样，把你这里亏了两目，我就认了，算了，认了。这地方还得先跳一个，赶紧先跳一下。嗯，现在跳一个的话，它可能虎周吧。啊。对呀、啊，我不是他的，啊、我是虎的早就应该先跳一个嘛啊，跳个他也我是虎的，跳个他也是虎是吧？嗯，我是虎的，就是这个啊，其实他这个团一个还是很重要，他不团的话，其实搬了能不能挡住、嗯、得另说这件事，不一定挡住。哎，那他挤一个的时候，能不能先跳一个早劫呢、哦？我觉得是不是好一点、啊？那个时候跳，你要尖的话啊，这个当时啊，挤之前先跳，这个这样。但是他这个其实已经没有退路了。对啊，这个就是说你必须得打赢了。你先跳，我觉得我他可能不要了。不硬吗？他有可能不硬。不硬，你这个可没有完全活啊！你这个将来再挤、这个、你是死的呀。这个没有啊，嗯，这个很难啊，这件事我好难啊。那就准备挖粘了，准备断掉，这是不是有个挤啊？挤了接上，气不够，差一气啊！气不够啊！哎呀，这个打这是不是会差？还在想这件事情。嗯，那怎么办？给留点退路嘛，给大家留点退路。不能老是这样说。这个不过确实说在快棋的时候，但是两点心这件事情，但是可以想象，就40秒一步的时候，就是只有五次机会，这个下到这的时候，他可能也就最后一两次。对，真的就在40秒里面要做出这个判断，就是挺难的。对，你要是能完全保持冷静也不容易、嗯、而且现在这个劫我觉得真的就到生死攸关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生死劫了、这个、这个劫是要命了。而且杨挺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棋它这并不是不差的问题，说还有点小小的优势啊、嗯、对啊，突然间就是要强行要跟白棋要决斗，我要跟你决斗。我不知道，这应该是应该是要看清楚了，才可以这么下杀手。是，但是从这个现在来看，他没时间看清楚，他来不及看清楚，来不及判断，来不及判断，就是因为他这个扳的话，白棋这个扳是显然的嘛，扳、当时就是明显这地方是有挖的。不过我是觉得他扑的时候可能是应该转换，但是这个就整体的目数不知道数下来的话会怎么样。白棋吃的也够大，然后黑棋再搬嘛，再转到这边、再搬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图的话，应该他就把这个团了啊、这个图不知道怎么样，
提一个，然后白棋扑的时候就不硬了。对，就刷了，就把这个抓掉。提完白棋接住的时候再搬这个，再搬这个，对吧？嗯、就再转嘛。啊，这个白棋吃了这片，黑棋吃了这片，还有都反正都挺大的。嗯，是。但是因为是怎么呢？因为是我就从这个项目来看啊，就是黑棋硬了的话，白棋一提，我真的一下看不出黑棋劫材在哪里了。嗯，他可能判断这个图，他也不觉得他好。不是，再不好，你这个劫打输了，是不是更不行了？只能是这么拼法，可能是。这一定不好吗？不知道，我没来得及数。搞不清啊，但是我觉得他只能这么下。嗯。这吃的也挺多，这吃的也挺大的。把它提掉。嗯。他实战是硬了，所以扑了一个他就提了。对，因为这种打开劫的方式就是要给你决生死了。嗯。就这一般来说是就打这个，我是、嗯、就这个劫是必须要提到这儿了。嗯。如果不能提到这儿的话，那损失惨重，可以说是。那现在如果是黑棋白棋，黑棋吃这个角，那他肯定是不要了。那我觉得如果是那个角，我觉得他肯定不要了。黑棋除了吃这角，但是你救活他，把这个比如说再跳、就把这爬回来。嗯。黑棋是白棋是活的呀。这活了这个接住，而且这个你爬回来你只能是这样、这两手。他这边还有冲断的。对。接住以后再接住，哎呦这个。他现在白棋先做活，然后你还得补啊，不然他一冲断你怎么收拾啊？没法收拾啊。对，你就可以直接冲断了，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先不要冲断，先不冲断。你一旦黑棋补了，被白棋拍在这里，这个拍的太诱惑，这不起太诱惑了。那你说现在其实是咱们现在是黑棋是把这个角地救活了、但是呢，实际上这边已经。等于说这步棋现在已经人家粘上了吗？他实战就是这样，他是实战，他还是爬这个的。嗯，爬一个，反正多个劫，反正也无所谓了。白棋可以不硬啊。他就生怕你不硬，我觉得看他的招法，他希望你硬，他觉得爬一个还多死一个。但是柯洁也肯定不硬了，他把这个粘上了，然后他跳过，团完了。啊，黑棋还是应该提掉。对，刚才把这个提了，应该是正确的下法。啊，那就只能这样。啊。这是要硬啊，不走的话他哦。这连得很无语，这简直连的。这你走这没、还没有连上。然后这个被人家拍进去，我就想吐血，我觉得。这个被拍掉了。不是这尖子一冲是这怎么收拾啊，就最简单的冲断它都已经是断开的了呀。它怎么连呢、你还可以尖这个啊，这样来冲这怎么收拾、啊、全都是送过去好。很碎，这看着是很碎。啊，这个这有点远了，就好像一下子就棋就远了，这个劫一下子就不对了。嗯，我觉得这样黑的应该是，感觉一下就不行了。我觉得是这意思。这反正肉眼一看都不行了，这个只能弃了，是不是？嗯。不过呢，我觉得，当时啊，这个小球，这个黑棋这个，他可能这个扳比较强硬啊，但白棋扳的时候，他觉得有点不太好办。是的，是的。但是无论怎样，就是这个直接开劫，这个真的下法有点是不是有点极端了？对，好像。如果说先扳到这个，再打这个，就当时啊，现在这个棋应该是不太行了。这个还没有，当时这个也没团，是的。假如说我们这先扳倒一下啊，这是无论是利益还是接啊、对，假如说我走一个吧，反正、我开在这里。开在这儿呢，我肯定要提啊。然后我跳这个。这真的是会不会好太多了？啊，你这有点。这个还没有。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确实有点。我很难办、有点难办，因为你接到这个，将来这个接有可能先手了。是。这一冲。我这块棋，我现在得考虑这块棋的死活，我还得走完了，然后赶紧得补活。我感觉我是不是先断着一下会好？断你可以打两下，然后再糊回去。那我这个团不着，我局部不活呀。
嗯，反正我觉得黑棋就他肯定要接上嘛，这棋。接上我爬回来，那就是爬这个，那就比刚才这个真的天差地远了。对，这棋是永远不能考虑说人家提一个粘在这儿打尖，那已经白亏了。不是关键，不，这个这两手棋差别很大。对啊，因为你要活棋的话，我这边你就没有断了。这个很讨厌的是在哪里呢？就是这样，本来我想着我这还能活，但是现在。突然发现我好像活不了了，我本来以为我断一个，你长的话我贴两下，这不还有几段吗？嗯嗯。但是你可以打两下呀，你就干脆就把这个打掉了。嗯，对，冲了打。对啊，你就把它打到这儿，然后再连回去，这个白棋这不都要死了吗？反正这块棋怎么活呀？我简直是。对。这样一来的话，好像很麻烦。是。嗯。因为你走这个，他可以挤着冲这个，这个是没有眼的。对，是的。看起来白棋这整块棋的气也不长，如果真要跟这边杀气，好像也没什么把握。看你，而且可能要开劫，可能也是这样好一点。嗯，打在外面是吧？你不要把自己搞得没有退路，这棋没有退路。嗯，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冲，这反正会好太多了，好太多了。如果说他这个断不能断，他只能靠这个团在这儿来做活，那就很惨了。是，团在这儿，人家对付你的招多了，比如说可以跳在这儿之类的，或者粘在这儿，他断打可以一溜打下去了。嗯，这样那就好太多了。那好多了，比实战的结果，实战结果就没法看了。实战结果就成这样。看一下实战吧。他是这样，团掉，然后白棋扑了一个着急。哎呀，杨廷欣怎么会想这？就算打到这，也应该是先跳这个着急。这个劫找的不太好，扑了一个。就是虽然找这个，其实就是应该是万劫不应了。对，对吧？因为黑棋真的是没有劫材了。黑棋爬一个。就反正杨廷欣这个真的这几步棋，我觉得稍稍的，应该就是在，也是说，就是国家队之前说的也没错，就是因为40秒不太适应这个。因为这个真的不太像他们的水平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点失常了。之前我记得他是 LG 吗？就是决赛。就是 LG 决赛。决赛被翻了。对对。对他跟申真旭。对对对对。他在就特别可惜。关子阶段是最后被申真旭给逆转了。但是那时候他其实好一点。就是好的其实不多，大家看那胜率好像感觉就80多了。对对对，他就是考半名，还是不容易的，要赢下来。他就是那个时候出错了。嗯，然后就是在国家队，所以才有这个呼声，就是需要我们的比赛有时候也有40秒的这样，大家可以在国内比赛来进行一下练兵，也是为了国际比赛来服务嘛。从这个几步来看，真的是这个真的40秒可能真。这还确实是不太适应啊，确实是不太适应。因为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实战啊，就是白棋走完会活接上，然后黑棋一跳，他打在这打在这儿，我简直是心痛啊！假如这是必须得硬啊，这个、要不这块要死。然后这儿被刺一下，这真是想哭。对啊，这还得硬。然后再。吓得已经没法看了，没法看，这肯定只能认输了，这个没法下了，已经，对，就你这已经没法收拾了，没法收拾，下哪个凳都不行，这个只能，对，就投了了这棋，确实，这棋虽然说应该说还是大部分时候还算是势均力敌，但是这一代的打入呢，好像黑棋吃了点亏，吃了点亏呢，在后面的这个劫这很关键的劫，对，非常关键的一个劫。这个劫是非常，当然是这劫里面学问大了。我有次看到朋友圈，好像有个朋友发的，他说有个棋友是吧，说的可容易了，劫嘛，你就这个腾挪嘛，你就碰一碰，靠一靠，你就活了就行了。如果碰一碰，靠一靠，做活不出来，那就做个劫就行了。打劫先找本身劫啊，本身劫没有人想办法转换，实在不行，外面走两个大官子。被他说的怎么这么容易？理论还是挺好的，到实际操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这是说的有点讲笑话了。这个确实这盘棋就下到这儿，
是直白的柯洁，中盘胜了杨鼎新，杀入了决赛。那么决赛呢，就是下午的3点开始，他对阵唐伟昕啊，然后3点开始呢，我们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将为大家带来决赛的精彩对决。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天元围棋会。